火锅哥很受欢迎哦，不过网络上呢，这几位正妹也同样受到欢迎。我们来看看呢，22岁的李颖，她不但是在网络正妹票选当中打败上百位的辣妹，就连走在路上也经常被误认为是周杰伦的绯闻女友昆凌，到底有多像呢？一起来看看。身穿紫色洋装，露出招牌笑容，就是李颖在网络票选活动当中打败上百位正妹，荣获冠军的关键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颖。水汪汪大眼，嘴角轻轻上扬，立刻迷倒一堆男生。22岁的李颖现在就读世新大学新闻系，最大的目标就是成为主播。靓丽的外表也吸引不少厂商找她拍广告当 model， 不仅会演戏，连歌声也是超甜美。我拥抱热情的岛屿，你埋葬记忆的土耳其，你留恋电影里美丽的不真实的场景。朋友就只看一看，然后就会说，我突然发现你长得还蛮像昆凌哎，或是哪个艺人。对啊，就有时候会有朋友这样说。白皙皮肤和超萌的大眼睛，和昆凌还真有几分神似。但你可能不知道，外形亮眼的正妹，狗怪功力也不输人。这样够丑吗？气质出众，再加上古灵精怪的个性，现在她可是网友心中最年轻的新一代宅男女神。中央新闻流量后，王嘉玲台北报道。